你要拿啥？我拿条裤子，这裤子太薄了。我的裤子去哪？我是不是得在餐馆里换衣服？走吧，小凯。晚上。哎。你看，我们订了一个房间，在哪儿？这跟住大堂有什么区别？住大堂吧。住大堂吧。大厅吧。大厅吧。洗手间在哪儿？洗手间在那边二楼。小董，你救我一下！你咋了？上面没放东西的地方，我一定要穿一条秋裤，太冷了。穿秋裤了？穿了。怂了吧？我客串了他几十分钟的助理，他怂了，他刚刚把秋裤换上了。明天你穿秋裤吗？小开。战士，少年的尊严。我这次破釜沉舟，秋裤压根就没带。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以后谁要是不穿秋裤，我就直接带他去昨天那个地儿溜一圈。